厂房里有个人，左上角厂房。警察局有人，警察局有人，警察局有人。黄点那个警察局，还是说大厂旁边的？大厂旁边那个警察局。哦。他先进屋。楼顶的。哎呦，绊脚。你这边是完了吗？他死亡有防弹衣吗？别过去，那边有人。八六的，八六的。他落到绿点了，现在不知道去哪了。他落到绿点了，现在不知道去哪了。怪了，我看到了。来来来来，我来帮你。我可以来了。呀呀呀呀呀！这个最只有一个人是吧？对。这个浴场房，我来了，出去，跑了跑了，人呢？往你那边去了，击倒了。臭不要脸！放我走了，不需要帮助，我走了。好穷啊！棒！棒棒棒！嘎子给给！打漏一枪，棒棒棒！一枪手好像。棒棒棒！那边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他说你。这边都被他收了，这边都被他收了。没有吧，这里还有个六倍线。那是这人瞎。不太像，这谁收的？这不是我收的，我跑掉了。还有个四倍线，肯定没有收过，他说。那边肯定收过了，那边是我收的，就除了这一趟没被收过，那边是我收的。不错。我想找个头盔，不然没有头盔怎么打？头，这个门是不能开的。右边为啥有枪声？图图，图图，这里有步枪吗？图图，你这里有步枪吗？小鬼，我丢了一个 AK， 我丢了个 AK。AK， 你还记得丢在哪儿了吗？说句实在话，我不记得。我都不记得哪被我搜过了。走吧，一起走，快快快，一起走了。这个能翻出去啊，可以翻出去。哦，我找到你丢的 AK 了。那就好，我们走吧。哦，去他那边，去他那边。哦，我刚刚听右边有人开枪。跟我来，跟我来，去飞哥了。走吧，仓鼠，仓鼠。
这边杀完了。啊、哦，刘边，那我们杀完了，我也助攻了一个。你别想去舔包。我这里有八倍苗，多出来的。快来，图图，这有很多盒子。我不要，我有六倍了。这有很多盒子。等等。嗯。那我来了。八倍你要张楚王或者 M4 的对象要我、哦、这里还有很多 AK 子弹不要吗要都要了有 M4 配件有吗 M4 配件我、哦、这里有个枪尾巴有直角握把带一手枪尾巴带一手吧把、啊、我这里拿包在哪呢包已经被我舔过了那你还叫我来我就想要那个，我就想要那个冲锋枪的配件。不要跑毒了！出去的人带把冲锋枪。那我是只有冲锋枪吗？不是遭人推了也可以啊。今晚谁去捡？我就先走了，我没要。我去。哎，这枪毙我在这里。我也没要，等我，我也没要，我把所有药都给你了。那你快走啊！我没有药。我只有一个包。我也要走，不收了，我不收了。你那是什么车？四轮车吗？四轮车。我来了。谁有？哎呦，我可以给你很多，120发，我没有五六的枪。他说你这个枪就少用几发，我只都一发都没有啊！你拿一点吧，拿个60发走。好，60发够打吗？够。那我就宰了，我就拿60，你拿60，我拿60。可能一发都用不上，就是。这么惨吗？你要相信自己，自己可以的，大叔。这是你的冒脸，你就看，我行，你也行，我行。可能差一点，但是你可以的，张叔。我行，你也行。我哎呀！哎，那里有个基本苗哎，那个洞里面，那个房子里面。基本苗有多基本？多基本，全息吧。不要。冲锋枪配件帮带手。好，有 M4 的，有 M4 的配件吗？有 M4 的配件吗？直角握把。可以，只要是 M4 的任何配件，我一个都没有。扩容什么的，枪口什么的，我都有，我都没有。我这有个枪头和扩容。带一手吧，图图。
我带不动了。你要啥？给你。我放在天台了。你还放在天台吗？嗯，我带不动了，我捡了9毫米子弹。在哪个天台啊？就这个房子上面吗？就你刚刚跳下去的那个。UZI 旁边，看到了吗 ？UZI 哦，看到了。牛逼！子弹呢，图图？子弹。对对对，我也要。我给了他120，你俩一人60吧。好，走吧。他60。我就差个枪屁股了。哎，刚刚飞哥不是有个枪屁股吗？带了吗？我放地上了，你没捡吗？我没过去啊。我开车开在你地上。我没注意。你没说，我不知道，我没看到那个，因为没有血来的。他想到快点出去。我不看见，我不看见。风一声，跳一声，跳跳出光。上次发现。我说死你！我说死你！这里有一颗子弹，那个小，哎，嘣的还没有。有枪屁股吗？哎呀，没有没有，问了多少遍了，没有，有还不给你吗？没有，一直问。那我就要问你，你现在是嫌小鬼烦了喽？啊！原来他说你这，那我不说话。他说你这样凶我烦我，那我就不说话了。那有冲锋枪的东西吗？你不是一样在问吗？给你一直问。我虽然在问，可是我没有烦你啊，小鬼。啊，那我也没有烦你，就是问吧。我不问。哎呀！这要撞死一个呀，这是啊。没有饮料了，我有，抽出来。好，我多了一个消音步枪的枪口，有人要吗？没有人要我就丢了。你不要问，你给仓鼠王，仓鼠王那个迷你可以上消音步枪的消音。仓鼠王他有强迫症，他的冲锋他的狙必须要上狙的配件。谁说的？那也不能，那也没有，那也让我有我就挂了。你上一把才说的呀。那是有我就换狙的了，没有，有比这么强吧？啊，图图在那站着，哎，图图他没捡。啊？扔了个啥子？你们在捡东西。你们在捡东西那一瞬间，你我们掉队了。我们在拿空投啊，姐妹们，姐弟们。OK， 这个很关键，这个很关键。这个桃木做的这个枪屁股是真的好看，上面有在捡了，已经在捡了，啊，他们就是了，已经在捡喽。看不到，崩烟了。石头那里有一个，石头那里有一个，你们开几枪？别在这扶我，这个一扶了，石头那个倒了一个，应该扶起来了。原点他那个位置有一个，你架得住吗？我，金虎包有吗？我来架吧，快架他，打他就行，石头。山顶那个倒了，你啥呀？右边山顶的倒了吗？
正前方还有一个，在那个石头后面，来三百方向。冲冲冲冲冲，快！冲啊冲啊！牛逼！没有一穿三个半，飞哥也被打了半血，一穿三个半。排队小鬼。哎，你就是这样，没事。我杀两个，这里两个包，然后右边山坡上有个包。好，我没有包了。没有包了吗？这里他应该很多武器、药啊什么的。你还要五五六吗？我不要。这里五五六好多呀，好多的。不是小鬼，你怎么是这种没屁眼的人呢？飞哥服了我，我服你 ，A 服 B 服谁 ？C 服 D？ 你只顾舔包，把图都放这了。我想不到你小鬼是这种人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我呸！啊？图图起来了。飞哥服我服了你，你不服图图，你竟然是这种人。图图我来服你，苍穿这个臭不要脸的，来图图。啊！要死了，图图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图图，图图，图图，赵哥，你居然是这种人！你看，飞哥服了我对吧？他去舔包了，我又服了你，我去舔包了，而你只顾舔包，不管队友死。相信通过这一波，谁才是没皮炎的人？观众朋友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那图图是我吗？图图，都是。那确实，那都是。我们要走了，我们要进下一个安全区了。本来下个安全区不好走。有没有人给我药啊？有药吗？有药吗？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。我先去站点了，等一下你们过来吧。好好好，我去，要不我去站点吧。你就别去了吧，他说。我这里有一个大巴。飞哥怎么可能让我去站点的？啊，你这个坏人。饮料给一个，饮料给一个，饮料，饮料，饮料给你，给你，在地地上。我很穷，但是子弹很多。我想一会儿换一把 SKS 就直接满配了，你知道吗？啊不，还差一个枪口，枪口来。好，这下就可以直接满配了。张双，你拿烟雾弹了吗？拿了，两个烟，三个雷，够了够了够了。那我没拿烟。你别生气了，叔叔，我要给你扔掉了。叔叔，你要吗？要。你过来，你别走啊。我除了那个大包里捡了没？啥都没了。吃了，吃了。来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你以为我会说你是个好人吗？哼，不可能。这些都是不要吗？不要。不是，我刚刚真的以为是仓鼠王会救你，所以我没这样。仓鼠王从我的脸上越过去救了你。啊？我排好队在他屁股后面的，他越过我，懂吗？啊，可能是他仓鼠。空投下来了。哎哎哎！是我脸上，空投砸我的脸呐！在你脸上吗？在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我咋没看到？哎，师傅，你看到这里？往上面看。哦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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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走走。我们拿吧，我架枪。嗯，好。仓鼠呢？啊，我在这里好卡呀，证明很多人。谢谢想要钻在你怀里的足球，谢谢。仓鼠也往那跑了。卡就卡呗，卡就卡呗。啊，有人，有人，封烟，烟雾弹丢啊，丢烟雾弹，丢啊！我身上是雷，我现在没法切。哈哈。好，我不要了。五。
找不到他们人。呜、哦，走吧，我找不到他们的人。什么东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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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了。他们在豪宅，豪宅那里，我帮你看到了，小鬼。风头我看到人了。风头啥东西？你不要的东西。豪宅顶上。我们走了，这个位置会议久了。后面搭起来了。小鬼可以走吗？我们去把这边后面成点的给收了。走走走。而现在往前走不太适合。哎呀妈呀！差点打到我了。都不要脸这一队。三人队，那刚我们锤的人那个位置，我们不能站着不动打，有人在揍我们。我们去前面的厕所。那，加油汤好像也在顶我们。空投啥枪？空投啥枪 ？MK 没空。我们进这个厕所，围着这个厕所打吧。最好那个位置应该就是那儿了。他刷那个步枪消音，你们还用吗？不用的话可以用。步枪消音。别捡了。步枪消音可以给你，但是我可以能让我看到你的诚意吧。哦，给了你个诚意。我只有一个大包了，我没有其他东西了。能量饮料也没了。这个我这还有，我现在是一三个一。我是一个绷带一个能量饮。这么惨，我给你点。人在那个二零放烟的那个位置，我们自己小心一下。右边280出人了 ，SKS。不去帮忙吗？你好意思吗？我不要头，你把甲给我吧，我不要头。你刚刚那样子对我，哎、你还想让我给你夹？我就看你好不好意思拿这个东西。没想到你这么好意思。我没拿呀。你想拿？咱过去帮忙呗。可是我怕我们扯了他们后腿。你跟你打那个背后右后边那个爆头了。我是让在跟我打的那个被爆头了是吧？好，待着吧。我怕出去我俩倒了，还得他俩，这叫扯后腿，你知道吗？在这待着吧。好卡，我太卡，我掉很多帧。可是飞哥让我们待在这里面不动啊。我爆了，一个洞爆了。不走。后面那个上方那个被我爆，轻点，前面上方被我爆。可是不走，他们在打架、啊。我很卡。打那边。那你得出去啊，你给我走啊。你得给我出去啊！你别打了，我打你，别打了。压过去了。怎么好意思呢？帮我炸一下，炸死了一个补的，应该还有一个。他没扶他队友。后面。打他！他死了，没死，死了是吧？太低了！哈哈，抢到了！一个，两个，你给我死！你别跑啊！先下个安全区，还有28秒，烽烟准备进了。好卡，这里我卡出天卡到我真的掉的没法玩了。跑！七链子弹还有多的吗？七链子弹。哈哈，又杀了一个！我杀了三个在这里。杀了。
边还有吃的吗？我还有六十颗，但是我也是步枪。倒一个。七二知道没有了，进圈进圈，你要啥？我第三个不是抽的人头，是我自己击杀的。762，762，对，来来来，我有300，我有300，来来，给我扣一点，扣一点，扣一点，我来打门靠。我去拉枪线了。第三个头发是自己杀的。你们往那个下个安全区的那个厕所走。撤。房区有人吗？哪里有人杀我？谁杀你？就我们刚刚一直打的那个地方，仓鼠。我要找这个厕所打。标点了。不好，别乱跑。好。仓鼠，别站着不动。哎，动了，动了。飞哥拉到近点了。两个上车，你们两个上车，上车，哎，你们两个上车，仓鼠下，仓鼠让，仓鼠让，哎哎哎哎，走走，操，这个车没有油了，哎呀，他们厕所有人呢，打他打他打，厕所来人呢，烟雾弹有吗？烟雾弹有吗？不行，打不了了，要吃毒了。走啊！还有一颗烟。往厕所那个方向走啊！我准备要去。来，跟我走。这只能冲了。四个小鬼，前面四个。可以吃鸡，你就在小鬼，你就在那个位置，我挂雷了，我挂雷了，你走开，我后面有一个，后面最后一个，后面是最后一个，不用救我，你看着打吧。雷吗，小鬼？是这个石头吧？是，不是这个？不是，左边，左边的，是左边那个。左边，对对对对对。那个是飞哥死的石头，出来了。没头盔，换点燃烧瓶。能露这个身法给他呢，你可以直接往右边的石头走了，现在他打不掉你的。我想耶，双击666吃鸡了。哦，留杯没有，我给你们标了那个点让你们走，你们打得太上头了，早在这圈刚刷的时候让你们去站那个点呢，你们信我，早在那个点死的是那一队，绝对不会是你们两个躲在圈外。车没有油了，跑过去没那队跑得快。不要找借口了，车没油那个早就跟你讲了，圈刚刷的时候我就告诉你，我先告诉你去圈里面的厕所，然后你们不走，我再给你们标个点让你们上厕所，我要右边的那个独狼再把前面的那一个就那两队直接架死。